好，繼續進行我哋大平反嘅第二部分。不過第二大罪狀咧，佢平反唔平反得到咧？我哋又睇睇片先啦、第二大罪狀騷擾 DJ 嚇到傳媒朋友驚咗張立基，深夜致電電台胡言亂語，苦纏 DJ 播歌妨礙節目進行。咁我覺得我打電話去點唱都係有啲朋友生日啊，或者係點嘅，即係我亦都唔會話去點樣即係苦纏啲 DJ 啊，即係我覺得。大家傾偈或者大家都是朋友但我覺得張立基不是苦纏 DJ 咯，即係佢平時都很喜歡講嘢嘅，佢全部啲朋友佢都係咁樣一路喺度講。正方定反方？坐翻嚟呢度。坐過啦，坐過啦。就問題就係基本上咧，就講阿基就講一啲好少嘅嘢，但係即係當日咧電台第一就將佢剪咗出嚟做一個 ID 就做個宣傳就講過阿基打個電話去。我都冇講話即係我個名，即係我叫出名或者張立基點唱咩喎？葉嘅嗰次。嚇！嗰次嗰次係我都唔知點解會俾人。錄咗剪咗出嚟啊！我都唔幾隻手指，咩拳頭嚟嘅？點解你身邊咁多朋友，你都唔點唱，淨係點唱俾輕輕聽？想博啲乜嘢啊？我同佢啱啱喺大陸做完個 show 啦，咁大家通過電話就係話佢話請我食飯。咁之後咧，咁中秋節嚟嘅，咁我覺得過時過節點唱下俾啲朋友聽係冇。嗰啲小親親零舍諗住咁啊！係咁多各位觀眾，各位同事咧。就唔肯幫佢上台咧，就係匹哥。於是咧，佢就自己咧鑑生咧打電話，嘟扮打 redial 咧就打上。我想點？我想收。於是咧出現咗呢個情況出現啦。雖然係簡短，但係啊，背後嘅意義就係話，基本上佢係有事，然後就因為同事唔肯幫佢，跟住就只搲爛面上點唱。你勢力喎，你因為身為一個藝人。你知道時間係金錢嚟噶嘛？反對，我哋有講埋算啦。佢打嗰個唔係公眾嘅電話，人哋嘅直線電話一打直通嘅。唔關借苦錢啦，直線電話，你知唔知？你攞嚟勾啊你！而家仲有反方有錢分啊？有都得我一個反啫，我支持自己噶嘛。大家都冇錢分嘅，正方反方都冇。有專上面啫嘛。你隔離嗰兩件都 OK 咗，你係嗰個點嘅？係咁樣嚟撐嘅，我堅持己見啊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第二大對撞。如果你認為是不成立的，請各位大嗌張立基的名啦嚇！張立基，108.4，大家急急答中氣先。如果覺得啊張立基呢項罪名是成立的咧，就麻煩嗌黃喜的名啦嚇。黃喜，105.3，好啊。咁即係話咧。張立基呢個罪名是不成立的，咁就要即刻黃喜就講級啦，就平起平坐啦，而家又啊，好啦，我哋即刻睇第三罪狀係乜嘢啦，好嘛？好。第三大罪狀，自暴自棄，為女人要生要死，事業曾經由低潮反彈，可惜沉迷女色，搞到星途每況愈下。因為我哋藝人嚟講咧，因為一定要去求進步噶嘛，係咪先？唔應該係為情去。即係自暴自棄咯，因為我從來都未試過自暴自棄。咁啦，咁啊，張立基唔使講，你舉高兩隻手俾我哋睇，你有冇割脈？哦，即係冇割脈，係假嘅，假嘅，即係冇啦，冇自殺。咁你嗰次睇 Chucky and Oscar 咧，咁咪睇我哋咪一齊入場嘅。佢係同嗰個當時女朋友啊，唔係姓葉嘅，咁咧就拖住手，姓咩？就冇唔知道，拖住手好煙韌咁入場。唔知道都咁煙韌。跟住咧入咗場之後，你知紅館咧有雪糕賣噶嘛？咁一入場一坐低之後咧，佢就猛咁撲落嚟咧，有賣雪糕噶嘛，係賣雪糕俾佢 girlfriend 食噶。啊，張立基，張立基唔係啦，咁你以後識啲女仔咧，唔好撲去賣雪糕俾佢，打兩腳佢碌落去唔知點。一個咁高貴嘅 artist， 出咗一個咁高貴嘅場合。竟然只係為咗一個女仔，令到佢開心有甜筒食，於是不顧而係搲爛面衝落去買甜筒。呢個係咪情痴嘅代表咧？咁我覺得唔係啊，唔係話搲爛塊面嘅，因為我哋覺得買雪糕咩？搲爛隻做男嘅，有個風度噶嘛，係咪？咁冇理由叫個女仔落去跑成個山咁落去啊！買雪糕又搲爛塊面咩？黃喜呢一度咧就嚴重咗少少。各位女觀眾，如果你哋想同阿黃喜行嘅咧，你自己要三思而行。自己買甜筒食，可能你個女仔買雪糕攞翻俾佢食嘅。唔係撲落，係碌落去啊！我就好中意咁樣嘅男朋友。如果我男朋友可以咁樣唔理佢係咪歌星係咪咩，佢能夠咁樣撲過去搲爛塊面去買個雪糕俾我，呃我我都話係好嘅。買啲雪糕嚟敷面係咪啊？敷面又好乜都好啦。講下嘢好唔好啊？係咪要打交啊？即係
唔係除咗女朋友先會咁做啦，朋友佢都係一樣會咁樣。係咯。所以斌仔到而家都未有女朋友啦。我抵佢衰啦咁就。你又冇啊？攬住個白兔算數啦。真係我傾你啲。我只會提醒佢唔好沉迷愛情，事業都好重要，唔好餓住個肚去講愛情。唔係，咁我哋係勸佢又可以，但你唔可以咬實話佢一定係沉迷咗愛情而犧牲事業。希望佢唔好沉迷啫。佢根本就唔係。會咯，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事業嚟講，喺我哋做 artist 嚟講，即係任何一個人啦。即係我覺得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咯，即係愛情嚟講可以是即係公餘的時間先去處理咯。我覺得你嗰幾個罪狀咧，即係講個私人的意見，莫須有的罪名是幾時都可以攞到出嚟。如果在雞蛋裏面要挑骨頭的就真的很難去挑。但係經我自己的感覺咧，我有啲好心酸的感覺對佢啊，我唔熟的我唔係對即係同阿張立基熟，是行過啊打下招呼啊 hello 啊就咁嘅啫。不要聲沙，我有自己媽媽，不要聲沙，我得啦。慢慢，咪唞下先，回氣先，係咯。唔好咁激動，唔好咁激動。不過媽媽你講開，其實我都想講少少。你好，講埋先。哇！呢個媽媽真係唔簡單啊。因為咧，我呢年幾兩年都係做 agent， 我就介紹歌星唱歌嘅。我介紹過張立基起碼60次，冇人肯請佢，就因為報紙講過一句話佢癲嘅。我竟然要求我朋友3000元請佢唱一場 show， 佢本來係8萬至12萬嘅，我朋友就係講一句：哎呀，唔好啦，肥媽，佢都唔知係咪癲嘅。做歌星做到佢咁樣，3000元都唔可以賺，你哋係咪好開心咧？你哋覺得咁樣射係咪好開心咧？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，我完全唔識呢個人嘅，淨係講過3次電話嘅啫。但我做一個 agent， 我自己都好心酸。竟然3000元叫佢唱一次，希望幫到佢嘅環境，人哋都話啊報紙話佢癲嘅，唔好甩肥媽咁。呢個係咪誤導咗觀眾咧？係咪誤導咗人哋咧？點解要整到人哋揾食都冇得揾咧？你哋係咪好開心咧？呢個係我心對你嘅説話。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娛樂界朋友事業嘅起落咧，可能係好多因素，可能係即係運仔啊，正所謂或者各方面配合得唔到，我覺得唔能夠話。正所謂一沉咪百踩，唔應該將得咁盡咧。有時我覺得，但相反嚟講，即係阿基一定要自己去愛惜自己。每一個人都有錯嘅，當然睇你以後點樣做。但係我覺得人係永遠有錯嘅，機會都應該俾翻一次人哋嘅。如果再俾機會，佢都係咁，大家都冇得講係嘛？但真係因為報紙上講呢句説話，我自己做 agent 都好心酸。竟然去推一個歌星，我自己都認為佢有跳得。咩唔得啫？樣又唔係醜樣，又跳得又唱得，自己又孭得45分鐘。有大把歌星我介紹去嘅，根本45分鐘唱唔到嘅，都賺10幾20萬嘅。呢個想賺幾千蚊就交租啫，你哋都唔俾個機會佢。我就係想話俾佢知，我咁出力都係想博個最佳新人獎提名啫嘛。你又唔俾人講，媽媽。好啦，不如而家落班，我嘅聽翻阿張立基對阿肥媽所講嘅有咩感想啊？新聞嚟講咧，我覺得係一種嘅傳播嘅消息啦。咁亦都係根據某一啲嘅消息去報導嘅。咁我覺得亦都唔能夠講話啱與唔啱，只係話。看完個新聞的時候，再去觀察一下這件事，去研究一下這件事是否正確的。在字面上我們看到的東西，未必是實際上我們要知道的東西，不同的 angle， 或者不同的 sources 去看一些同一件事的報導，就會清楚立體化一點，就不會單靠片面支持，而令到某些人受到這個傷害的。我都沒話說了，志雄哥。即係頭先阿 Maria 喺度講話，即係你由即係好高薪酬啦，係咪？以前紅嗰陣時候就可能幾萬蚊咁啊，跌到或者幾千蚊嗰陣時候，你心中嘅感受係點咧？係好難受㗎。我真係好難受，因為一下子嚟講，我覺得有好多事情係太突然啦，即係變咗有好多新聞，即係我亦都唔想睇啲新聞。一路嚟講，我都自己嚟講沉著應戰咯。咁我亦都一路咁不斷咁，即係對自己有個要求，自己有努力咯。咁即係我覺得有機會，如果係再有機會係做 show 啊，或者係再同大家見面嘅時間咧，亦都有個成，即係有個唔好令人失望，即係點講？即係唔好令人失望咯。好，大家祝你成功。不如先坐，你又聽下啲現場觀眾好唔好啊？有咩疑問啦？你要講係。我覺得今晚講咗咁耐咧，三個罪狀咧，我覺得三樣嘢都係全部誣衊出嚟嘅。新聞各樣嘢都有佢嘅號召力，有佢嘅正反面。
我覺得佢見到布已經好夠噶啦。而且我覺得今晚兩個嘉賓，一個主控官，一個嘉賓，邊個似唔正常多啲咧？大家有眼睇嘅，我覺得反為張立基咧，佢講得有條有理，完全大家咁多眼。坐到今晚，我成功幫到你啦！今日我覺得，哇，成功呢個人又買到反方，又買到主控官，冇理由知嘅喎，呢個大蠱惑仔嚟噶。係啦，咁啊，究竟阿張立基第三大罪狀成唔成立咧？即陣翻嚟咧就自有分曉噶啦。好，唔使憂，唔使煩，新環節紅星 Keep Fit 秘笈，為你提供紅星 Keep Fit 之道。行到边坐到边，携带轻便悭位实用的方便凳，花 Fit 新发明，齐齐教你点做法。广告翻嚟有得睇。系啦，又翻嚟我哋大平反呢个现场啦。究竟张立基第三大罪状成唔成立咧？就要睇一睇大家的投票啦。声音投票，嗱，认为系。不成立，不成立嘅，请你哋大声嗌张立基啊！张立基，108.3。好啦，如果觉得咧张立基呢项罪名系最有应得嘅咧，系就叫阿王喜个名吓。王喜，咁易都要噶，91.6，咁啊即系咁都有91.6，咁搞错。主控官咧就要落一级先啦。咁啊，张立基啊升一级。我哋而家咧就要请教啊我哋嘅陪审团，希望佢哋好公正咁投票啦。睇下第一位先，不成立。不成立。第二位，不成立。第三位，不成立。第四位，不成立。第五位，哇！好啦，咁啊麻烦啦，主控官啊王喜叫落水啦。噔噔噔噔，咁啊，张立基又升翻上去啦。王喜今晚跌落水，跌落水，跌落水。张立基，咁而家你高高在上啦，讲下你个平反个感受啦。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候咧，即系事实嚟讲咧，亦都好难讲话，即系边个啱边个唔啱嘅。我都唔知道有啲咩講啦，即係總之我係多謝今晚你哋咁支持我啦。有魚㗎呢度原來，咁咧今晚咧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，可以咧同張立基咧平反到，我哋都好開心。緊祝張立基可以好快咧就創一個比以前更高嘅高峰。多謝多謝多謝，先生，見到你成功啦，多謝多謝。多謝好啦，喺个时候咧，我哋要另一位最出位嘅观众系边位咧？吓，嗰位观众咧，我哋一致系推举啊，就系认为王喜系黐嗰个。总系真系嘅。好，你会获得我哋嘅系现金奖，现金奖3000蚊嘅。系啦，而在座各位现场观众咧，亦都可以得到 IDA 专业美发系列噶。多谢晒各位名人观众 ，thank you。多谢晒张立基。好，跟住落嚟啊，花边真系界，仲有好精彩嘅节目喎吓。